肚脐久了以后第一次的洗澡，现在可以趴在浴网上面了，舒服的趴在上面呢，好棒哦！这个浴网是我们找了好多地方都找到，在爱的世界，爱的世界的浴网啊 ，Andrew， 抬头看。看镜头Hello 小宝贝 Hello， 我自己会抓浴网哦，小宝贝喜欢洗澡哦，喜欢趴着洗，不喜欢仰着洗，喜欢洗澡的 Andrew，屁股红红的，背也红红的，爸洗澡，这是爸爸在帮 Andrew 洗澡的哦，好舒服哦，好舒服哦，好，放这里，不要担心，爸爸抓着你，好舒服。我的肚子都快要鼓起来了。怎么像小青蛙在叫？漂亮的肚脐，真的好漂亮的肚脐。这是林森卢医师帮你放的肚脐。底下洗一洗。好，这边的底下要洗一洗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再一下就是好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别滑梯了，别滑梯了。有，小心耳朵进水了。耳朵进水了，耳朵进水了。棒啊！洗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泡水两下哦，预备，一下，两下。